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Y 白鲸，这次带来一只 10.1 和一只 10.1.5 的新宠物，颜值都不错的，值得一抓。第一只宠物闪光法力伏龙，全身银光闪闪，特效拉满。当时我就想，会不会是因为场景太暗了，对比显得其实不闪光呢？但好消息是，这种法力伏龙确实闪光，即使咱们换到这种敞亮光线不错的场景，同样可以看到伏龙的轮廓线发亮，镀了层光的质感。它是狡诈宠物，三系专精的猎人都可以抓，特殊技能是蛇之迅捷，增加躲闪率。获得方式是在参加嗅味探寻活动时使用地下挖掘的时候，到了垂向异常这张地图就可以遇到闪光法力伏龙。参加这种活动的前提是咱们需要鼹鼠人的声望到达9级，解锁米里特亲和，这样才可以参加嗅味探寻活动，也就是地下挖掘，这也是唯一的获得方式。如何参加嗅味探寻活动的具体流程我之前分享过，放在这里了，不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去看。垂向异常这张地图长这样子，一片漆黑，非常小的洞穴，面前有些光污染源，咱们要抓的闪光法力伏龙就飞在半空中，直接就可以抓到。名字还挺萌的，强化的伏龙宝宝。第二只宠物黄铜符文龟，外壳呈黄铜质感，花纹呈现符文状，龟背、前肢、额头有晶岩，身体里流淌着魔力。这种类型其他颜色的符文龟咱们之前分享过，有半透明的呀、蓝色的呀什么的。它是坚韧宠物，三系可抓，特殊技能是一个减伤技能，位置在巨龙群岛的索德拉苏斯坐标5768这条小路上，三角龙旁边的体型小的乌龟，这些三角龙也可以抓的，咱们找到外壳是黄铜色的乌龟抓就可以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两只宠物的话，点赞关注白鲸，来波一键三连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